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.spoonroad。大家好呀，转眼又到了篮球一周热评时间了，一起看看这周打友们的妙言絮语吧。Lucy 微微，那些没有的事，不要危言耸听，不要瞻前顾后。爱波波卖红酒，国王，你跟我分享这些有啥用？我这又没有 MVP 球员，也没有总冠军球员，四故人，那个谁投，那个谁传。好了好了，战术结束，放弃注册老外一联盟。直到读到 Durex 才有点感觉，小树先生，科尔，幸亏你没来，要不一个暂停，我说不了几句话。 INGERIMMM 森林狼，别提了，草飞了，能退否？你是谁的眼看成德罗赞梦醒归来？詹姆斯，我就是单纯说说卓越的 JC， 升几个儿子吧，从一号位升到五号位，超30。库里，莱利，为了庆祝你生日，带爸爸去游戏厅玩会吧。 Shark U 买蝙蝠 N3SM， 没有任何一名现役球员在季后赛炸胜过国王山呼海啸，也球场上第二伤人的话，就是放他头。有板，仅次于我对象找我来了。机车良子，想知道到底谁先学的吗？今晚八点来我播客，赏花品茶看水花，可不能这么说。你赢了凯尔特人，就是他们爸爸那凯子横扫了杜兰特，这辈子就不好排了。风的旋律，小学生放学别走，出校门要被堵梦醒归来。你是凯尔特人的爸爸那啊。